我是暗毛部族的布鲁坎，你应该没想到拯救世界的责任会落到我身上吧？ 这一刻，我早有预感。第一次见到塔姆辛罗姆，我就察觉到他内心的黑暗。只是当时我相信他还有改过的机会，还有为部落的荣誉而战的可能。可是现在，我得阻止他消灭整个部落。 布鲁坎，对上恐惧巫妖塔姆星。看来所有人都到齐了，但是凯瑞尔呢？我就知道这个妹妹迟早会搞丢自己的性命。塔姆星，不准你再伤害任何人了。 通灵学院，我是科尔苏加德最得意的学生。他是第一个看出我潜力的人。他教导我禁忌的死灵法术，甚至教了我成为巫妖的秘密。抱歉，我们没有墨水。我制作了一个魂匣。 就像我意外丧生，只要有庞大的圣光能量，我就能重生。太阳之井不能用了，但是纳鲁也行。让一切归于混沌。我。 让一切归于混沌。他们把我当成武器，但是为了解决我的敌人，这只是个小小的代价。够了。 送门太小了，让一切归于混沌。我拥有纳鲁的力量，我要把你们全部消灭。洛卡拉。 戈夫，瓦登，你们在哪里啊？
你看，他醒了。布鲁凯，你还好吗？虽然我老得像化石一样，可是我还没绝种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母亲放出一道震波，把我们都击倒了。暗影太黑太深，我甚至没看到联盟的人到哪里去了。来，布鲁凯，到萤火旁边坐着，恢复一下力气。又是平静的夜晚。我们应该吃点东西，恢复体力。哦哦，我喜欢吃点心。好像有一些燃火元素从火堆跑出来了。布鲁坎，管好他们，让我可以专心弄吃的。什么心事？布鲁坎师父，我离莫高雷好远，有时候我会回想这段旅程，然后担心大家会以我为傲吗？他们一定会的。所谓的虫子，一群不知所谓的虫子。真相开始浮现了，普瑞斯托女士渗透到联盟之中，而卡扎克斯则在部落做了同样的事情，他们骗了所有的人，帮他们收集碎片。让你的聪明脑袋休息一会儿吧，瓦登。我知道这一刻早晚会来，但是他们不会得逞的。我们一定会拯救纳鲁。上路，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刀剑，尝尝我的刀剑。
高兴你没事，我还以为要失去你了，那样我们会很不知所措。一时的挫败不是结束，就算输得很惨也没关系，你会明白的，绝对不要放弃。而且我已经用世界树看过了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烤了一些美味变异点心，洛卡拉，吃这个要小心一点。我上次吃了之后，整个人讲话变得跟海盗一样。然后那个变异鱼，是你从哀嚎洞穴一直流到现在的吗？成员，你招你一定识噶啦！感受我心中的风暴。含笑半步听啦，呢招你一定识噶啦！回来啦！又一个快乐的工会成员，凝视火焰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一条道路，
这座山谷有强大的元素能量，我会尝试引导这些能量，召唤一个足以打败巫妖的元素。朋友，你们愿意帮我吗？当然，我们会和你并肩作战，直到最后。天一亮，我们出发，穿过森林，寻找元素能量。有了那股力量，我们就能拯救奥特兰克山谷所有的人。可惜的是，雷毛部队并不晓得这件事。布鲁坎，对上艾克曼。发现敌人，准备攻击。小心，有施救兽骑士。攻击！准备火力全开！啊，好厉害的爪子！快找岩壁！我不喜欢你们，因为你们是危险人物。危险人物？没错，你最好小心一点。准备攻击！嚯！遭遇空中乱流，看我怎样用闪电把你打下来！
攻击。准备攻击。会有更多雷毛部队赶过来，我们可以到那个矿坑躲一躲。跟我来。你要撤退？现在不是该战斗吗？不，洛卡拉，听我的话，请你相信我。这个矿坑又冷又黑，而且已经被占领了。在黑暗中，我们看见了发亮的红眼珠，还有摇曳的烛火。布鲁凯，对上斯尼维尔。我们不想伤害你，请让我们通过。斯尼维尔闻到佣兵的味道，走开！斯尼维尔是矿坑之王。狗头人，我最讨厌他们了。我们才讨厌你，绿皮的大块头。我就是国王。臭臭的闯入者好厉害，先派最没用的狗头人出去。托格瓦格，上啊。遵命，蜡烛陛下。可以给宝藏当奖励吗？闭嘴，让我拿走你的蜡烛。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，那是斯尼维尔的宝物，不要打破箱子。看来我得要失望了。把矿坑最里面的大野兽放出来。大野兽说不定会很友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要困难之灵与我同担。别拿错蜡烛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正义的重担，站我后面。你复活的盾会保护你。凯瑞尔罗姆，你还活着？你知道吧，
圣骑士很早就会开始学习如何治疗。你拿错蜡烛了！我齐凡闪灵灵。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要赶紧记下来。总算都解决了，凯瑞尔，我们在执行阻止塔姆星的紧急任务，你愿意帮忙吗？我姐姐还活着，她又活过来了，那我当然愿意。走吧，请带路。哦，斯尼维尔挂了，现在国王是托克瓦克，拿走所有宝藏。呀哈哈，凯瑞尔加入后，我们队伍又变成了五个人。我带领这群年轻小伙子穿过山谷，找到一位原猎者隐士。这一刻我早有预感，这位人士和元素的连接十分紧密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我就能获得阻止塔姆星的力量。布鲁凯，对上原猎者。影视，我来寻求洛克霍拉的力量。你来寻求力量，但是力量会寻求你吗？上双眼，然后看清楚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你不愿意加入我们的战斗，你为什么总是要逃开？清除你心中的幻象。信元素的指引，很好，继续往更深的地方看。布鲁坎，老朋友，你的家人在哪里？他们都安全吗？
不行，不行，我快承受不住了。来自山谷深处的力量，来自山谷深处的力量。学到了吗？来呀、啊，你们这些野蛮人，为暴风城和罗德龙赎罪吧！完工了。我相信元素的指引。血之王醒来了，谁敢召唤冰雪之王洛克霍拉？雪之王洛克霍拉伫立在我的面前，碎冰不断从他巨大的身躯崩落。这一刻我早有预感，我必须驯服冰雪之王。布鲁坎，对上冰雪之王洛克霍拉。是谁胆敢召唤我？我是暗毛部族的布鲁坎，洛克霍拉，你要服从我。非常有默契，我们是同一队的，不过你的表现也不差。再说一遍吧。
赶紧系上。我要在这里面放石头。哎，格夫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别担心，我有个主意，我很快就回来，拜拜。哎呦，这个牛头人。瓦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这个巨大的冰元素给了我一些点子，一些冰雪聪明的点子。可以再说一遍吗？赶紧记上。你说话呀！冬雨凝结。害我分心。
兵不灭。那就跟我来吧，洛克霍拉，我们得去结束一场战争。洛克霍拉，以冰冷的双掌抱起我们，跨越山谷来到征战平原。此时雷毛部队已经逼退了德雷克塔尔的战士，我们及时介入，以暴风雪隔开双方，这场战斗非停下来不可。布鲁坎，对上范达尔雷毛。雷毛部队才不会在大雪人面前屈服。上啊！马上停止战斗，艾泽拉斯的命运就在我们身上。准备迎战，没办法绕过，就只好冲过去。就算要用冰牢把大家都关起来，我也非做不可。一定要阻止那个巫妖，务必要拯救纳鲁。长臂金牙更美丽，没办法绕过，就只好冲过去。我回来喽，而且我还带了一位朋友。格夫，太好了，你真是厉害。惩罚他们，受苦吧，受苦吧，反应就站的位置，没办法绕过，就只好冲过去。熟能生巧，你这个懒惰的臭雪怪，快攻击他们！不行啊，范达尔，这回错的人恐怕是你。你可以再说一遍，我要赶紧记上。惩罚他们！受苦吧，受苦吧，受苦吧！就站的位置。
没办法绕过，就只好穿过去。干嘛？我们得阻止巫妖塔姆星罗姆，我要带领一小队人马去消灭他，其他人必须赶紧撤离这一座山谷。我们不清楚塔姆星的能耐，而且一定要救出纳鲁。这么快就回来找我了？想要再失败一次吗？你还不晓得术士有多么强悍吗？你比九命怪猫还要难缠，汤姆星，但这就是你的最后一条命了，因为你面对的是布鲁坎。攻击！布鲁坎对上恐惧巫妖塔姆星。你这个爱找麻烦的家伙，我会消灭你，然后夺走纳鲁全部的力量。不，这一刻我早有预感，我会反抗你，我会阻止你。正义的重担令人难以负荷。哦，凯瑞尔，看来你的死讯被加油添醋了，真可惜。我爱你，塔姆星，可是我无法原谅你，而且我一定会消灭你。够了够了，啰嗦死了。这世界还有好多力量等我去吸取。我所向无敌。你无处可躲，你无处可躲。我所向无敌。我所向无敌。强了，大家快逃，去找纳鲁，去阻止黑龙。布鲁坎，
快走！是我的责任，请让我和你一起结束这场战斗。所以你知道我打算做什么？死老头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以为可以反抗我，然后还活命吗？这一刻我早有预感，我没有丝毫恐惧。畏惧我的名号吧。畏惧我的名号吧，畏惧我的名号吧。冻死他。啊，布鲁坎，汤姆西，他们都消失了。耀眼的光芒和弥漫的尘烟消退之后，老萨满和我姐姐都消失了。我十分难过，这位勇敢的食人妖长者终结了我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他拯救了我和无数人的性命。我有义务告诉其他人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而下个任务也是我们要一起承担的最后任务，就是所有人一起勇闯龙穴。